难道没准备这边吗？将会啊，开始火包我们问你啊。中秋节快乐！现在在伞形公园，这里有很多人放孔明灯。好危险，我们的孔明灯差一点就着火了，就烧毁了，幸好有求助一下这里的朋友帮忙。我们孔明灯飞 很高啊。I don't know.